2020美好彰化逍遥游暑假活动29日上午10点开放受理网络报名。活动将于7月18日至8月31日陆续登场，内容包罗万象，好玩又有趣。县长王惠美欢迎大家把握机会，踊跃报名参加。暑假孩子要放到哪里？彰化县政府整合了我们所有的局处，推出了美好彰化逍遥游哈。那在这边欢迎我们所有的家长，那可以及早来报名。那这里面的这个课程包罗万象，有室内，有室外，有文的，有武的，那包括可以接触大自然，包括可以学习我们这个过去大家熟悉的歌仔戏啦、布袋戏啦，或者做一些相关的表演艺术等等。那课程呢应有尽有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。那7月18到8月31号，那报名时间从6月29号早上10点开始。我们村庄亦有金星村，我们是配合的其中一个活动之一。那我们这个村庄有几个点，譬如说有那个牧场，还有富宇阳伞的观光工厂，再来就是我联合创作陶方的一个做陶瓷的一个地方。那这是我们村庄三个点联合起来所办的一次那个逍遥游的活动。那让这个儿童暑期的时候呢，他可以参加我们这个营队来走一走啊，了解一下村庄里面有些什么东西，然后又可以去DIY 三种不同的体验。2020美好彰化逍遥游暑假活动，除了可以接触大自然以外，还有歌仔戏、布袋戏及相关的表演艺术等，共120梯次。欢迎大家共襄盛举，让孩子们放暑假时也能保持学习，体验各项生活乐趣。公益频道许维珍、秀水采访报道。